今天咱们再泡一遍藕粉啊，奇亚籽坚果藕粉。现在这款藕粉我给你们强推，因为它是属于微甜，不管是咱的父母啦，或者小朋友，或者是你减脂期间坐月子的，都可以适合吃这款藕粉。它是微甜的宝贝儿，而且它里面的坚果是我所有的藕粉当中坚果最多的一款宝贝儿啊。它是粉状的，需要用凉水稀释，得泡两遍。现在这款藕粉下单两桶，给你们一个玻璃杯，这个玻璃杯质量就是好，听了啊。格外再赠送个金属勺，这个勺子你正常买的话都得8-9块钱。这个是这款藕粉赠送的勺子，这个是其他藕粉赠送勺子。你们对比一下铁们啊，这金属勺质量特别好，下单两桶就给的啊。正常的话一个女生2-3勺就够用了，两勺就够吃了。这款藕粉特别耐吃，它就是两勺能给你们冲的满满一大杯。首先第一遍用凉水给它稀释了，就是简简单单倒点凉水就可以了，能给它稀释开就可以，千万别倒多了。第一遍用凉水给它稀释成粒就可以了，然后第二遍一定要倒入刚烧开的沸水，一直给它倒，倒到那种出现透明凝固的那个状态就可以停了。开始给它倒，瞬间凝固了，像滴水成冰那种感觉。然后这时候你就开始给它搅拌啊，越搅越稠，越搅越那个黏糊。自己里面放了点汤圆，像咱父母胃口不好的那种，多吃点藕粉对身体好处特别多啊。吃口，mm-hmm.